繁星点点，等待另一个晨曦浮现，那是我们拥有的幸福的画面。多少岁月的容颜改变，多少聚散的故事重演，拥抱我们的你依然在身边。草山的风是划过天际的彩虹，洒下了一片花海，绽放在心中。草山的风伴随着我们甜甜的暖暖的梦，唤醒了青翠山林，静静守候。草山的风是划过天际的彩虹，洒下了一片花海，绽放在心中。草山的风伴随着我们甜甜的暖暖的梦，唤醒了青翠山林，静静守候。也不应该说这样啊，我就不敢说话啊。但是我也知道说这样出来外面啊，倒也不做生意哦，足辛苦的。是啊，乡长，大概哦，看你骂遐建商偷工减料时阵，吼，伊的面色哦，拢足歹看的。今下晡，洪老板啊，都差点要把我当倒来。阿姆哥哦。我顶多真佩服厂长这种态度，咱的防火器材卖着高标准的建材，你总无可能一方面鼓励建商偷工减料，一方面搁要说服伊买咱的产品，不如吼，咱家己徛好在，还家己慢慢改变观念。你今年才18岁啊？系啊，啊都啥物都唔捌，所以才敢后白讲啊。你即马都话都看安遐尔远哦，你以后一定足有出头的。厂长，啊无我退伍了后，过来对你好无？好啊。明宗跟志南相隔了15岁，明宗却能跨过年龄的鸿沟，直接看到志南的潜能。这样的鼓励，对一个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来说，是最珍贵的。志南后来带着感激、自信心入伍。退伍后，跟高家还有另一段难能可贵的缘分。然后又减伊三岁。你是不是爱情烦恼重重啊？伊拢30万嘞。30万？这么紧哦？啊，你几岁啊？哟。东朗相当内向，又忙着做陶艺，这么多年在感情上都没有进展。一直到有人介绍了一个主动的女孩，
才有了一点什么。不好意思，老板结账结比较久。我刷脸刷了很久了。哦，阿姨，那你刚刚在客服再见哈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多久了？三四个月吧。三四个月，嗯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很好啊。刚开始我还以为你是个哑巴，那时候我心里还在骂，我想小周怎么搞的啊？以为我多话，然后介绍个哑巴给我。后来发现你不是哑巴，但是也不输给一个哑巴。然后我觉得配我还刚刚好。哎，你又听不懂了。不知道你是在赞美我，还是在骂我？好啦，那我换一个方式讲。高东郎先生，年轻有为，英文系毕业，陶瓷公司的经理，还不赖。如果你这样想，那改天带你去一下。真的？孙啊，逐工拢嘛在烦，啊，无去甲学起来，足怕算的你。阿母，你已经要六十岁啊，再去东落水，落会滚，也足细腻的哦。嗯，啊，你喊咧几时啊？会去想到阿母哦？当然咯、哦，我逐工拢在想恁呢。嗯，够有影。明子讲话吼，上方爱听啦。对。明总啊，啥时会回来？因暗的火车啦，到台北可能明仔早起啊。哦，来公司做了安怎啊？伊个个性哦，你嘛知，有啥就讲啥，因头家拢无啥爱听伊讲话。哦，安尼，明总敢毋是真吃苦哦？吃苦哪要紧啦，肯吃苦，毋吃无有出路，啊，愿吃苦。就靠情感来，哈、啊。有影啦，东龙啊，你今日哪会免加班？哦，我特别等阿爸甲阿母来啦。啊，东龙啊，啊，你敢有？啊，煞煞去啦，我拢嘛平淡甲你问。我若甲你问吼，你较讲嘛是讲哦，啊，我一个人哦，日子过了袂歹啦。我敢若做遐肥啊吼，就拢无用袂去啊啦，哼，听到拢嘛酸啊啦。啊，即届哦会当问啦。东东啊，你有对象啊？是当时等等这个时候，等久我老板等着。啊，阮内拢唔知啦。我是知啊。啊，啥物时阵要找来给阮看？今嘛。啊？今嘛哦。哎呦，这个囡仔吼，有影会甲咱急死啦！哈。啊，就怎啦？啊，这啊，人嘞，人嘞。伫个巷口边头先。啊。啊，咱伫遮讲话讲几半波，你予人坐伫店里等哦。临终后，我就去捡球。哎，啊，别去，唔就较紧来讲。哎，用早话讲安，早话啦哈。这个囡仔真怒啦，有影无依法吼。
科长，什么代志？你敢会是手艺？久啦，不好意思啊。嗯，我带你去。嗯，走。让我看看，我漂不漂亮？真的漂亮吗？漂不漂亮？真的？谢谢。东东啊，你不带我们介绍一下？哦，我阿爸。阿爸好。阿母。阿母好。弟弟。弟弟好。那个是大嫂。嫂嫂好。你好。妹妹。这是我，好了，我自己介绍好了。伯父伯母好，我叫做简华荣，是中华的华，芙蓉的荣。啊，这是我为你们带来的洋酒，麻烦你们收下。太谁了？那个我爸告阿布他们不喝酒。哎，这很名贵的。咱人干酒只都晓心意啊吼，咱总是袂用去切着人的意啊，吼，阿无。金小姐，请坐啦，请坐。其实吼，应当阮去贵府甲恁拜访啊，劳烦你来吼，实在是有较实礼啊。不会啦，因为我爸跟我妈他们是晚上做生意啊，然后白天睡觉嘛，所以我们的时间作息跟平常人都不太一样。很抱歉哦，因为我今天为了要见伯父跟伯母，所以我早上10点就起来了。十点哦？哎呀，就比平常还早2个钟头特别起床。要不用我们来做些大生意吼。啊，我家是开歌厅，然后在西门町。哎，对哦，难得伯父伯母你们下山来，那我就安排一个歌舞表演秀给你们看。哎，那嫂嫂，还有妹妹，还有弟弟，你们一起来啊，好不好？我帮你们安排第一排。第一排？呵呵啊，我也没看过管舞团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歌舞团的表演哦，真的是非常有水准，连歌舞女郎都非常棒哦。那如果说从乡下来哈，一定要到我们歌厅来，才算有来过台北。啊，对了，姚淑蓉后天要登台，姚淑蓉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想伯父伯母可能不知道爷爷名，可是哦，拉吉欧一定有听过。不然唱给你听好了。徘徊的人，彷徨的心，迷失在十字街头的你，今天不回家，为什么你不回家？就是这首歌，有没有听过？今天不回家。东郎从家人的困惑中得到了答案，这个女孩并不适合自己。啊，你现在感觉够跟那个什么小姐在行？无啊。
你情况敢会艰苦？东龙实在足友好诶，伊知影妈无介意迄个简小姐啊，真无介意迄个简小姐来往。啊，不过阿母哦，还是希望讲伊会赶紧娶某啊。我大概转去山顶哦，伊就咧遐细细念细细念啦，叫我哦。要赶紧替伊找一个对象的。下，我啦，东龙，你快下来啊！哦，小姐，安那有闲来？我当然嘛有闲，无闲的人哦是你啦。我来几落届啊，大家拢无看到你。你哦，你莫逐工哦在遐顾肥啊，啊无就是咧干工啦。三十岁啊，到即马还袂娶某咧，免急啦。你唔急，我急啦。我今仔日哦，就是专工为着这件代志来的啦。林师傅哦，有一个朋友在员工庄啊窑做代志啦，讲是说你，啊有一个小妹哦，今年五岁，还袂嫁。林师傅哦，想讲哦，要安排替恁相亲啦。什么时阵啊？这就要看东龙哦，什么时阵有闲啊？哎，永远袂有闲的啦，老姐，做你安排啦。谢谢哦。我是叫西丹登啊。哦，这你讲的哦，不管哦，我是煮番薯汤还是番薯饭，你就要哦，跟我吃落去。这种小妹小人啦，哦，啊，伊就是东龙啦，大家坐咧讲啊。小人嘛哈，真水真水。来啦，看要啉啥，好，先点。系啊系啊。三明治啦！三明治。
气都还袂落来，你就要修理电风哦。哦，伫遐趁钱时阵哦，来做一个保养。哎呀，你莫来时间用伫遮啦。顶下相亲迄个查某囡仔嘞，你咪讲对伊印象袂歹，你著找时间约人出去行行的。啊，我表现甲遐尼歹哦，伊若是陪我，就亲像迄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。啊，你的条件嘛是万中选一的呢。嘿啦，我害你不要讲话哦。这一班的人内底，看有一个甲我同款的无？啊，你也歹势人约，我请大姐去替你约无？免啦，大嫂，时到时当当啦，无必要遮煮番薯汤。虽然啦，虽然就无缘啊啦。我回来啊、喔！回来了、喔。阿爸阿母也来啊！爸妈，哎，快去泡茶。哎，唔免泡茶啦，迄茶吼，老等咧人客来才泡啦，吼。啊，蔡爽，这孙啊，赶去后尾，吼，早起才去乌来。哦，真青咧。好，阿叔，你家己讲啊吼。嘿妹。顶两工啊，才落雪尔。你看，阿爸哦，落雪佫穿两领尔，身体有用无？哎呀，莫讲这啊，落天啊，紧讲代志啦。好，哎，什么代志？啊，就你的亲叔妹。我的亲叔哦，那大家拢在讲这啦。啊，即卖大家拢在关心你的代志啊。啊，对哦，顶两工啊，阿爸去农委会拄到一个朋友。啊，我哪有甲伊开讲一个啊啦？啊，听你讲哦，伊一个查某囝啊，年岁啊吼，啊，佮有条件，各方面拢参你真适配。啊，即爿人伫台北，啊，我甲伊讲好势啊，要安排恁小弟看。爸。妈。大姐进前才替东龙相亲过讲。嗯。哦。啊，看了是安怎？东龙讲吼，迄个查某囡仔水敢那一朵花，对无？东龙，伤水也唔好啦，爱加考虑一下啦，啊加看一下，加比较一下啦。啊，像阿爸阿母哦，替你拣的哦，因会敢讲哦，比较较准啦。嗯。啊，唔讲大姐嘛，讲迄个查某囡仔吼，足捌代志的，足乖的，对无？东龙。哎呦，你嘛莫踮遐曲曲顶头，啊，到底是安怎？袂歹啦，啊，不过阿爸甲阿母安排，迄当然嘛排第一。趁钱，我看人排队的哦，坐敢若山的。哎对，秀贤，你阿爸吼，你农会哦，帮你找一个查甫的啦，讲礼拜哦要去相亲。真的哦，啊对方是啥物款家世的人啊？爸母哦，拢是阳明山的精华，家境真好呢。按祖地哦，拢受过高等教育。啊，农会厝边哦，有讲有一家厝哦。真的哦，无一定哦，一定甲迄个细个的，佫较好诶。对啦，东龙啊，较等吼，人迄个小姐吼，啊，刘啊，迄个小姐因倒是姓啥哈？姓李啦。嘛姓李哦，是安怎许啦？啊，顶界看迄个嘛姓李啊，这哪有啥啦？姓李本来就大姓啊，恁阿妈本姓嘛姓李。较等吼，
人迄个李小姐若准来，爱着问看人吼要爱食啥，要点啥，毋通顾坐遐毋讲话啦，哈。哦，我先去便所去。都安尼紧张哦。即摆少年啊吼，实在真好康啊！有通安尼先相对看，啊看若准有佮意吼，才来结婚。哎呀，无参咱哩代啊，时代人啊讲好势就送做对啊。啊，不过要做一世人，头一摆见面。还阁较紧张嘞，我嘛较快，啊，无你个知，我算运气袂歹。唉，莫讲遮有诶无诶啦，啊，等少年仔若准听着，讲遮老诶拢不点哪解。顶一摆伫山顶食着大嫂炒的笋啦，到即阵还阁食怀念。无影啦。你唔甘嫌啦？生了真温顺呢。好，歹势啦，阮后生要去小解者，念袂来。好，歹势啦，歹势。冲啦！叫阮后生啊，来，来，李小姐。袂歹食呢，妈，等东龙若娶吼，你著搁加一个新妇做料理互恁食。漂亮吗？下次你个屁！赶快！一样漂亮。和上次那个一样文静。这么说，是差不多，但是总有一个好一点点吧。没有。咦？那你到底是要选哪一个？做我二嫂啊？问题吗？哈？阿爸母，你还想要上下打下手，是不是传两个？当然啦，啊！但恁阿公迄个年代，用咧娶三妻四妾，恁阿公嘛干娶恁阿妈一个尔，阿爸透死人嘛毋捌想要娶细姨。啊！恁阿兄，唔是啦，你。
搞什么拖两个？别啦，阿爸，我听到东龙迄群耍笑的啦，我听到两个查某囡仔拢足好诶，东龙爱搁加上一个对无？我是想讲，那两个看迄查某囡仔，我是同一个。你讲顶一摆甲你相亲的，原来是高东龙哦。同名同姓，还阁是同一个人。哈，同一个人？那还安尼？啊，恁在遐食饭的时，那无讲的。哎呦，要安怎讲会出嘴啦？人一定感觉讲吼，我四界咧相亲，有够见识。啊，我知啦，恁大兄装的场朋友哦。是高东两个姊夫，顶届是因姊夫甲阿姊安排恁相亲的，啊，阿爸农会的朋友哦，是高东两个老爸，即届哦是因爸母安排恁两个相亲的啦。啊，你是咧讲啥？我哪会拢听甲雾煞煞啦？无要紧啦，花枝哦，像是像阿姑，像是像囝，根本都无重要。啊，这是安怎讲？上摆都袂成，一届嘛袂成。嗯，啊，奇怪嘞，啊是嫌阮秀妍啥物啊？啊，无想哪会遐紧啊？啊，天啊遮尼大，啊毋是敢若孤单戆一个查某囡仔尔。阿兄哦，嘛熟悉一个台主的朋友，今年嘛三十出头，啊嘛是你找对象，啊无我先替你安排啦。嗯，你顶届毋是讲迄是秃头？啊，秃头有较巧。刚好你拄着一个跟你有缘的人啊！我是咧想讲哦，我若是讲出来哦，阿母伫遐有可能讲，迄顿饭着加食的啊。啊，这顿是开偌济啦？啊，迄无要紧啦，上主要是讲哦，两边拢共一个人，就表示讲哦，有缘兼有分，啊，姻缘到，毋是唔能熬，所以天公伯也注定吼，你小姐来做咱的新妇。东龙啊，啊，你即摆决定安那？看这日子是要送第一的李小姐，还是要送第二的李小姐？啊，李遐一直是讲船到桥头好啦。我想讲哦，啊一边是阿爸甲阿母啦，啊一边是大姊甲大姊夫，安尼我两边拢唔敢得失啦。无安尼，一边哦就送伊生日的，啊一边哦就送伊旧年的，安尼好无？那不要紧去睏啦，啊，明仔载要相亲啊呢。哈？查某人有面，唔才会水。相什么亲？啊，都恁阿爷今晚吼才敲电话给迄个大叔啊。啊，听讲吼，迄个大叔吼人生作袂歹呢，啊，佫巧哦。啊，不过吼，人是有比你较矮小寡啦。啊，这嘛唔是伊的唔对啊，啊是讲吼。是你比别个查某囡仔有较啰嗦寡啦。啊，听讲伊做代志哦，阁真认真嘞。啊，头拄仔哦，就讲哦，甲时间哦，啊，甲地点哦，拢安排甲偌好势呢。若是敢若凭这点哦，就比迄个高先生哦强多啊哦。
总无想要去的啦。哎呦，你是咧讲啥啦？阿母，莫安尼嘛，我是感觉讲，我即摆安尼嘛袂歹啊。你看，我有工课，搁有趁钱，倒来厝里，就会当甲你斗阵啊，哈。嗯，这我嘛知啊。啊，毋过，啊，你都袂见过迄个大叔的面，啊，你来讲即款话啊？其实哦，迄个郭先生哦，有敲电话来问你的意思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是甲讲，你要加食几年的头路啦，啊，甲回绝啦。哈，叫我抓到啊吼！啥？啊，我是过来甲你试探一下，啊，你就给我试出来。我看是吼，恁郭先生遐，我哪有啦？我是船到桥头自然直。若要讲起来吼，迄位郭先生吼，人嘛是生作袂歹啊，而且因老爸吼，伫迄地方上是足有名望的人呢。啊，因的兄弟吼，逐日拢搁足上进的。一定要想改。啊，着问人甲我讲啊，伊头一摆看到你的时阵哦，着足介意啊。啊，不过因老爸老母吼，叫伊搁去看一另外一个李小姐啊。啊，伊嘛无想要违背因四大人的意思，啊，就答应。其实位郭先生哦，嘛是一个足友好的人。啊，若这种友好的人啊，若嫁伊一定可靠的啦。车无？不免啦，你行较紧哦，坐快点就好了。哈？哦。老板，当归茶。嘿，不好意思哦，因为走这么快，我真的嘴好干哦。你要不要来一杯？啊，哎，头家，不是，不免啦，不免啦。哎，袂歹啉呢。哎，哦，好。不用买了，戏院里面哦有饮水机啊。哦。哎，高先生，不然这样好不好？等一下，那个电影票我也自己出好了。不用啦，那个哦，包在我身上就好了。你别抢、喔。也不算啦，啊，那个戏院哦，是我大嫂阿姨开的啦。你看，我这里有两张招待券。哦，那我们今天看什么电影啊？《驯悍记》。啊？啊，听说哦，是一个丈夫修理老婆的故事啦。要快点哦，不然来不及了。你觉得电影好看吗？还可以啦。那你觉得嘞？我觉得伊丽莎白泰勒在最后的时候讲那句话很好，服从与奉献是幸福家庭的不二法门。你送我到这就可以了，我自己走回家。再见。李小姐，我下礼拜二休息，可以再约你吗？高先生，虽然我们见过两次，可是我们真的都不是很了解。那我想，我们今天回去以后，大家都应该仔细的想一想。
不好意思。李淑媛小姐。我想，服从与奉献，我做得到。谁都不需要服从啊，大家好好相处就好了嘛。那我明天带你去我家，我在家里头比较自在。给他一个很好的印象，你再也不做难道了。干了。大嫂。哎，邓来啊，欢迎欢迎。这位我大嫂。哦，你好。这个是我最小的弟弟，林志。你说。来来来来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请坐，谢谢。淑媛真正足水的呢，阮东龙足有福气的哦。一头鲜花插在牛粪上。阿玲娜安尼讲哈，你也很帅啊。淑媛啊，你知影伊是安那俗你两摆才拜托人去讲无？其实啊，他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就足介意啊。不一定碰钉子，我刚才在念完，啊，今晚吼卖讲钉子啦，铁锤也敲不散了啦。李嫂，阮二兄总是慢慢拍，一世人伊唯一比人搁较紧的，就是跳你水池去救人。哈？迄古早的代志。来，讲讲讲，我去摕物件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，我也是听我们阿公讲的。当时有一个朋友带他的女儿来，他的女儿不小心掉入水里，大人都没有发现，是我们家二哥把他救起来的。没有啦，这犯错是别人，他也会这么做。黑伯蒂卡，哎，听说那女孩很皮，人见人嫌，我们二哥也很讨厌她，但是依然愿意去救她。阿公说，二哥是真的有仁爱之心。能像他这样，以后一定有大大的福气。没有，这没有什么。来啦，就这一个。谢谢，太方便了。有人客啊？啊，这是我妹妹雨白。哦，这是淑媛。听我二兄讲到你呢，今日一见吼，果然名不虚传呢。我二兄吼，看册看到公司的时阵，拢是在想你啦。啊，一天吼，唔知要公司几啊摆呢。啊，不过二哥吼，喜欢到最有艺术天分的啦。你敢有看过伊做的陶艺？没有什么。